蔡天凤上个月24号被发现遭谋杀分尸 ，Abby 同郭富城老婆方媛系好闺蜜，佢哋相识于微视，各自嫁人之后亦都经常见面聚会联谊，情同姊妹。喺 Abby 离世之后，方媛亦都有喺社交网发文悼念，而郭富城亦都有转发贴文，并写下祈求安息。经过个几星期嘅沉淀之后，方媛3月4号再度更新社交网，佢分享自己去戏院出席老公郭富城主演嘅电影《断网》首映嘅新相。相入面嘅方媛化上淡妆，面色睇起嚟比较苍白，神情亦都有啲憔悴。有网民就留言话：你最近肯定喊唔少，觉得你对眼都已经肿晒。